跟你们讲，我最近发现了一件血赚不亏的事情，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我自己也不信，这就带你们去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。看到这个村民没有？喂，理我一下，看他边上的告示牌，只要我们用一块原石，就能跟他兑换一件宝物。这不，今天就带来一块原石过来碰碰运气。哇，这给我武器？确定这不是陷阱？不行不行，放在眼前的宝贝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呢？这什么东西？50点攻击力的顶级压缩石剑。哎，难道这把武器是石头做出来的？你们看，一刀一只苦力怕，这也太炫酷了吧！看来我也得研究研究，怎样使用石头合成这种超强武器了。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阿阳我的百宝箱。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模组啊，简直不要太有用啊，可以把生活中最没有用的原石变成游戏中最有用的材料啊、这么神奇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。既然说了这款模组需要用到大量原石，自然是离不开工作台。在这款模组里啊，9块原石可以合成一块压缩石块，所以合成配方以此类推，9个原石等于压缩石块一级，9个压缩石块一级等于1个压缩石块二级，最后得到我们的顶级压缩石块，也就是5级。而越高级的压缩石块啊，表面也就越光滑，光泽度越高，用来当建筑材料也是一种十分不错的选择。接下来就告诉大家这款模组的正确使用方法，将合成的顶级压缩石块按照武器的合成配方摆放，就能得到顶级压缩石剑整整50点伤害。我稍微算了一下，平均一块顶级压缩石块需要消耗59049颗普通原石，而一把石剑就需要118098块原石才能铸造。并且这些压缩石块除了可以合成压缩剑以外，还可以用它合成一些斧子、镐头这些类型的道具，包括这个治疗器。治疗器顾名思义就是用来恢复我们生命值的道具，打开后点击 I want to treat， 每点击一次就会我们治疗半颗星的生命值，用来恢复生命值啊，还是很不错的选择。要说整个模组里面最厉害的道具究竟是哪个呢？肯定是我现在手里的这把顶级压缩石镐了。看到我脚下的13块黑曜石没有？2秒钟不到就能挖掉一块。怎么样，现在你们知道拥有这款模组以后第一件事情应该干什么了吧？当然是第一时间获得177147块原石了，赶紧合成一把顶级压缩石镐才是重中之重。有了这把石镐，挖穿整个世界都不是问题。有毒吧，我下个降魂不好吗？好了，各位小伙伴们，我们今天的阿阳的百宝箱到这里结束了。本期介绍的模组叫做石头工艺，可以在我的世界中文论坛搜索下载，记得关注一波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